本的歌曲《赢过人生》。嘿，赢过人生。表示讲哦，咱大家拢爱认真打拼。对对对。哎，爱认真打拼哦。哎。各司其职。哎。咱在咱的工作岗位。各自的工作岗位。对呀、啊。我们的工作岗位哦，都要认真，谢谢要打拼。哎、哦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这位帅哥。谢谢，感谢你的红包啊！祝你一路富贵一世人。谢谢，谢谢。在我小姐的辛苦哦，在我小姐的辛苦，你赶紧哦，给咱老的赞助，这个是小确幸啦。这个是小确幸，必须是咱这的人情味较有，咱这的人情味较有。嘿，对。这个飞机家哦。是一个好所在，哎，感谢咱大家对家来哦，所以讲有福气的，拢会对咱家来。哎，我们今天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呢，这边人很多，而且大家很热情，对，大家的互动很热情哦。最主要是讲哦，和咱修家人啊，对，有一种精神的安慰，精神上面的鼓励啦。是，本来是讲哦，本来是讲哦，这个月安尼吼，并不是足济，本来是爱食吼。本来是爱吃卤肉饭的，即马经过一位施主，这位施主甲阮赞助，会当吃，会当吃，会当吃麦当劳啊，会当吃麦当劳，可以吃麦当劳了哈，已经啊吃这个卤肉饭跟泡面吃很久了，吃很久了，吃半个月了，已经吃半个月了哈，今天哦。感谢哦，感谢，最主要感谢咱合作社甲国企啦。哎，是啊。国企哦，今仔日举办这个庆典，哦，举办这个庆典，叫咱来这做工课。哎，对对对。咱这来当看世面，咱这来当吃较好哦。对啊，系啊。不然哦，哎，干那报道吼，吃泡面，吃苦的啊。哎，哦，所以讲今嘛吼，稍微可以吃好一点的。对对。哎，最主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啦，而且要我当国企，咱这归拢哦。咱家龟龙哦，大家哦，阿静的龟哦，能够又大又漂亮又香，对，又能够卖到好价钱。嘿，啊，所以哦，安尼辛辛苦苦哦，有代价哦，咱家龟龙嘞，各地嘞，大家当赚大钱，钱多赚，赚大钱哦，赚大钱。啊，最主要是哦，恁赚大条的，哎，爱看细条的，爱去介绍恁来看细条的啦。哎，对对对。这龟龙真侪哦，厝内底有嘢吼，有嘢毛咧娶新妇啊，对不？对。啊有嘢吼，庙啊啦、庆典啦、拜拜老人啦，啊讲阿妈做生意卖晒啊，小朋友做妈妈做大仔卖晒，叫阮去表演啦。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咱头家，咱头家服务真是上赞的。对。哎，那刚刚电话服务到家。对呀，那刚迄个 7-Eleven 24小时服务。啊，浑身大家有信心哦，大家拢非常有信心，然后服务精神加赞，哎呀，服务非常的好安尼哦，哎，大家吼，我们做口碑啦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对，有时间我才叫阮头家，叫阮头家出来才徛，才好你识西就，可以吗？哥哥，你要出来吗？哥哥，哥哥，弟弟，你叫哥哥，我叫弟弟，哎，对，弟弟，你要出来给大家认识一下吗？弟弟，听啊。啊，他可能在玩手机，他会大家玩手机呀、啊，应该是他没在听啊，他连音效，连音效都没有按呢，连音效都没有按，对啊，各位在抖音各位来宾朋友，他现在很忙哦，现在很忙哦，他有另外一个事业，有另外一个事业在走哦，所以他可能有淡薄啊，拍摄手机，所以赶紧拍摄去。等下，伊会来只插钢管吼，因为钢管即摆小可有一点仔重，哎对。等下钢管咱要来要表演，这会骨，所以伊等下就来出来切钢管。啊，你有知迄个插钢管的男孩？插钢管的男孩，最帅的那一个。哎，就是我的头家。哎对对。伊等下等下插钢管换人，换别人来去。应该是刚来换目睭迄个，换目睭正起来的。没啦，没哦，应该是好啦，安尼好啦，等下才有机会才介绍给恁熟悉人哦。对对。啊，若有需要吼，通过节目的服务，再直接找阮头家吼，来后台找阮头家吼就可以了吼。谢谢，感谢。谢谢。啊，你要唱歌是要跳舞？我唱歌，唱歌。对对对。安尼钢管等下才唱。这真是我的专业咯。哦，这是你的专业咯。我袂晓，安尼。安尼，你就好好唱你的歌，跳你的舞，哦。来，我介绍吧，爱不是一种罪，谢谢。来，爱不是一种罪，个桥段哦。
表情你是一生的迷恋，难道你的情色不在乎心内的你家己一点一点期待在你心肝里，甘心随风飞到谁人的地方，有我最熟悉的恋情感情走心有人期待，爱情的东西是一种最好对得起不会崩溃，你还丢不起那等一次爱你只不过痛在心里，就算我的心会后悔，以后有情